观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三月七七，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武汉肺炎今仔日无新病例，啊，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这三国的旅游警示改拍黄灯。美国有19个州出现武汉肺炎疫情，停止旧金山外海的至尊公主号有21个人确诊。今仔日不国民党党主席的补选结果，由立委江启臣打败前副主席傅良斌。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还是维持伫45例，今仔日无阁增加。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针对要来台湾表演确诊染病即个澳洲籍的音乐家，扩大了419个接触者。另外，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病例数是直直下降，所以这三国的旅游警示是改拍第二级的黄灯。顶个月底要来台湾表演的澳洲籍音乐家，登去澳洲时被确定为着武汉肺炎，和国内艺文界是真惊吓。针对这位音乐家在台湾期间活动行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即阵已经扩大，包含列出419名接触者，包括伊去食饭的店内接触的店员，密切接触者已经采检7人，其中2人是阴性，要5人伫检验中。啊，几乎所有的吃饭的地方，我们都有相片，对，看到是谁，跟谁。好，那接触的情况怎么样？好，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好专心的哈，把应该隔离的隔离好，要自主管理的管理起来。另外，包括法国、德国、加西班牙这三个国家，最近武汉肺炎病例快速上升，而且有侪层互相小微事件发生。苹果已经出现温性的社区传播链，所以讲指挥中心宣布，即日起提升这三个国家旅游疫情建议到第二级警示。即日起，法国、德国、西班牙。三国的旅游疫情升到第二级的警示，请旅客要到当地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指挥中心表示，外交部进行接到友邦撇流通知，有一名做撇流的美国籍职工疑似为着武汉肺炎，真需要咱方协助采检。随即由新冠病医师透过视讯，及时指导对方采检，结果把检体送到台湾完成检验，加在检验结果是阴性的。台湾 can help， 所以这个呼应 WHO。WHA 不把台湾放进去是 WHO 的错误。另外，疫情的消息也未少。网络传说海军司令部透过群组发布新闻稿，讲到新兵训练中心有人确定为着武汉肺炎，国防部7号召开记者会，澄清是假消息。本部及我们所属单位都不会有发布任何疫情及确诊个案等新闻稿及相关资讯和做法。国防部强调，假信息的新闻稿继续甲海军司令部的新闻继续无同，针对不实的信息来源发布者会继续追查，并且依上相关单位处理。记者陈宏霞报道。船上公主号的19个台湾旅客返来台湾了后，阁隔离14天，经过3次的采检，加载拢无验到病毒。今仔日半暝嘛已经解除隔离。啊，那防疫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来到现场，表达关心和祝福。莫叔叔陈立生早起行出北部检疫所，妈妈随来揽掉咧。泉州公主号19名台湾旅客度过14天隔离生活，通过3次采检，结果拢是阴性，所以初七透早宣布解除隔离。陈立生坦白讲，敢若是重新得到新生，也提出台湾甲日本的检疫史，证明家己健康无问题，也感谢医护人员，台湾防疫作业真完善。我看到日本的检疫的方式，跟回到台湾，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差别。台湾这边这次防疫的制度都很积极、很完善，再三的检疫，检疫次数拉到很多，很谨慎。心理上面比较紧张一点，也有医师会打电话来关心我。19名台湾旅客分做2批离开，头一批11人由亲戚朋友接离开，尤其防疫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来检疫所表达关心，刚好拄到有被隔离者即个生日，所以到店吃过两个庆祝。在这里面，其实最辛苦的就是生活的照顾了，还有等待的一个担忧，那这样子身心都把它照顾好我觉得也是功德一件。第二批8位旅客，家己回去厝的也是坐游览车离开，19个人即阵重回自由之身，回去厝了会进行自主管理。公主游轮是讲针对泉州公主号，旅客遇到特殊情况会全额退费，包括机票、饭店、陆上交通、华商观光行程这费用，也佫提供船票这相关计价的金额，会将做未来航程来使用。记者陈宏霞报道。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行政院正在讨论嘴暗欠命坐二点控的政策，按算后礼拜就会公布方案。另外，交通部嘛成立防疫车队，提醒对中港澳、南韩、意大利、伊朗这六个国家地区入境咱台湾的旅客，除了要居家检疫14天，自3月11日开始也袂当坐大众交通工具，那是违法，相关处罚100万。要叫2点才开始卖嘴暗，用到1点半，门口就已经排到真长的队伍，看袂到前方。虽然排队卖嘴暗已经成了真侪民众定做的代志，不过总也是希望会当更方便、更较省时间一寡。之前离办公室比较近啊，拿户口名簿去领啊。尤其你看他礼拜六、礼拜天休息嘛，他是不是会空出一天，礼拜六就是分散人啊？连蔡总统也做起一日之间到药局帮忙分装催安，全国6000多间的健保药局成了上好的社区防疫重点。我这一阵子要是辛苦了，这算是做社会公益。为了提升民众买催安的效率，行政院正在研究催安实名制二点控政策。副院长陈其迈伫面册指出，将运用科技、大数据，结合健保资料库、健保药局分布，改进催安的配售方式。唔，那实体通路也考虑实体通路，具体内容有计采购定案，上紧12日实施。武汉肺炎疫情拓全球，为中港澳、南韩、意大利、伊朗6个国家地区入境台湾的旅客，拢需要伫厝检疫14天。为了严防疫情恐慌，交通部成立防疫车队，部长林佳龙亲自到桃园机场视察。禁止居家检疫者入境之后搭乘大众运输。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宣导，从11号之后，就会进行依法的裁罚，那是10万元到100万元。防疫车队会落实点对点的接送，也提醒民众后礼拜三起，若是需要伫厝检疫的人，为机场坐大众交通工具转去，依法相关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件不幸的意外，中华丰原工业区有一间塑胶工厂，今仔日透早4点外火烧，因为工厂内是囤大量的塑胶粒仔、真空包，佮有熬得火的物件，致使火炭真紧。其中有一个住在工厂内底洗蛋的员工，被发现的时已经无气，送病院还是救无回来。火烧的原因还阁要调查。烟含火是直直对厝尾顶呛出来。消防人员到位的时，因为工厂的厝尾顶拢是倒太阳能板，火是吸伫工厂内底，所以温度真高。后来苹果无点着的危险，才开始灌救。透早6点总算把火势控制掉，不过当时呢，有两个员工是住伫工厂内底，其中38岁姓陈的员工因为走袂赴，不幸来过身。另外，因为这火是烧着塑胶原料含半成品，中华环保局无监测空气品质，敢有污染，敢有造成空气污染。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烧，新竹市为着提早做准备，今仔日头摆含5大病院举行联合防疫演练。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到现场视察，伊讲对抗病毒，定着要中央、地方和全民同齐合作。成立的专责防疫的分队，我们自己。救护车接到疑似病例，救护人员轻装备出动，一路车都隔着透明隔层进行第一步的检测门诊。到最后的隔离阶段，每一个动作拢唔敢轻彩。但是通知处防疫就是作战，无人会当计划化。上重要都是全民团结合作，做好准备。我常常喜欢讲说，合作才会成功。在地方怎么样一个水平的整合，怎么样垂直的合作，然后跟中央能够一起来做。中央绝对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所以要执行面的事情一定要靠地方。另外，陈时中更加呼吁民众面对病毒分两路而来，包括生理前甲心理前做好心理准备，爱谨慎，唔通紧张，更加唔通惊吓，因为紧张惊吓对整个防疫无帮助。就好像在打仗一样，我们连对方的武器的强度、跟他散播的地方，我们有时候还不知道。那社区里面也许还潜伏了很多的敌人在。我们都不清楚，但是紧张无助于事，准备像今天，我们把它准备好，发生什么情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中强调，对抗病毒的同时，正常生活也是爱国，日子也真长。如何地维持日常生活和防疫工作处的平衡，需要大家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清明节连假，惊民众会烧话。
台南市是宣布全市31座的连骨塔，伫咧清明连假期间拢袂使入去，啊，那陪亡接送的专车嘛取消。不过真侪民众是无认同这个政策，认为清明一年才一摆，另外其他县市目前也无这款限制。虽然还未到清明节，也毋过趁着假期休困，未少民众提前来祭祖。但民众爱特别注意，清明节连假期间，市府管制全市31座公立肋骨塔无开放进入。你要去纳鲁塔祭拜，都是摩肩擦踵，大家祭拜，而且里面空间狭小，你要狭小哈，那你要拜的话也是很难很困难，所以难免会造成这个武汉肺炎可能会。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传染的地方。避免团体感染机会，台南市连同陪亡专车也取消，也不过豪华大排祭拜有望维持，发挥马来办理，希望各类民众分散祭拜。啊，都 OK 啦，因为即马武汉肺炎吼，这个足严重啊。啊，伫外口拜，以往阮蛮是拢伫外口在拜啊。本来就是要拜那个祖先的，对不对？啊，你没拜。也没什么意思，啊，你没进去也没什么意思，啊，当然一年才有一次而已。不过部分民众认为清明祭祖一年一摆，禁止吉他禁令真难接受，台南市府希望民众多谅解。目前除了将华夏头盐埔两乡肋骨塔也下禁令，包括高雄、台北、甲桃园等县市取消清明法会。呼吁民众提前也是延后分流祭拜，立管爱挂嘴网、量体温等控管方式。我们希望说不要超过30分钟啊，我们会视人数的状况而定啊。如果人太多的话，我们尽量就缩减那个时间哈，未来机动的来调配。原则上我们是希望，停在馆内的时间哈，越少越好。高雄市殡葬处看到民众就入头来，同时陪亡专车每台限制20人，降低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应付武汉肺炎疫情，兼顾慎重兑换方式，国家要做好自身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党主席伫咧今仔日进行补选，立委江启臣是拍败前副主席傅良斌，这嘛算是世代交替。啊，国民党伫咧总统大选大输了后，改选党主席，煞阁拄到武汉肺炎疫情，致使这投票率落到剩30%，同时投票的少年人无较少。国民党主席补选投票日，虽然拄着武汉肺炎疫情，前总统马英九犹原挂嘴暗，亲身去投票，要显示国民党的团结，嘛想要提悬选民的投票意愿。我是党员，我就有这个义务要来投票。为什么觉得选情很冷？这是一般的感觉了。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选举造成的、啊，大家有团结吗？大家团结吗？谢谢。好了，谢谢哦，谢谢。踊跃投票就是团结。国民党主席补选可能受到疫情的连累，选择的力度一直差袂开，投开票数嘛减少，即届到271个。候选人侯龙斌阁批评，即届的投票真无方便，嘛看会出来投票的选民年岁大部分拢是超过50岁，少年人真少，嘛显示出国民党伫争取少年人族群的认同方面，依然有真大的空间。因为这次投票非常的不方便，一个是党员不知道在哪里投票，另外投票不方便。我很担心这次投票率会低，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我们的党员来讲，是在选择是国民党要继续向前走，要改革创新，还是留在过去的一个选择。我想今天选举的意义就在于这边。国民党中央统计，即届有投票权的党员有35,971人。四点投票结束了后，阁随开票。根据了解，即届总投票率大约有30%，嘛创下国民党主席选举投票上低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冲击饭店和观光业。台北市劳动局是统计到3月初5为止，已经有65间的公司通报要放无薪假，影响到1,700多个劳工。啊，那华联就一间旅馆业者是申请放无薪假，2间月品店申请大量遣散员工。另外，彰化真出名的贵都餐厅也要伫咧后礼拜一关店。台北车站41位旅馆饭店开始有旅馆大出，内部修理暂停营业，有的饭店大门锁起来，大厅内底四个拢是看物件怎想啊？未少有安伫营业的饭店，今日去拢无看到半个人客，三个业绩落个剩一成。大台北团出有6-7间业者准备要收档，尽管政府推出各项纾困补助加振兴的消费券，业者讲实在是袂赴咯。前线很多业者已经都撑不下去了，
来得太慢了，听说四月会更惨。我们现在已经发现有大概有六七家都已经关门了。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到三月七号为止，已经收到台北市65间业者通报无薪假，受影响员工1735人，主要以餐饮、休闲行业、甲旅行业占一半。减班、休息或者是减少工时的状况。那目前台北市是有65家，住宿餐饮产业为主。那像北饭店真凄惨，在台中阿弟饭店要结束营业以外，彰化已经20年的老字号餐厅贵都国际美食馆也在三月七号来关店。主要是我们的合约到期，到二月底止这样子，嘿。啊，因为要决定歇业是在年前就有考虑。在花莲市已经有一间旅馆向管户正式提出申请，三月开始员工放无薪假。另外一间旅宿业者正在跟员工协商，要两间礼品店提出大量撕掉73个员工的申请。团体取消其实还蛮多的，尤其是三四月，也鼓励就是我们员工如果想要请假，我们就放宽。花莲包括夜市啊、租车业、运输业也拢在看，陆续向管户在问无薪假申请办法。这产业若是拢无都做落去，有可能会上千人无头路。记者陈宏发报道。为着避免人浪费医疗资源，健保署署长提出使用者付费原则，药品部分负担。民众去病院做高价的电工，要家己付1000元。不过，医改会是表示反对，因为袂使把浪费医疗资源的责任拢总撒给病人。啊，那医疗明是支持回归定律制，用偌济就负担偌济。健保制度可能出现重大变革，为了避免民众看病重复领药，无必要的高价检查浪费资源，健保署建议提出使用者付费，药品部分负担。第一阶段，民众去病院做电脑断层扫描，要自费1000。即卖的医药费200，可能也要做调整。健保财务就是必然会面临到说收入比不上那些支出的费用嘛。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使用者护卫啊的步入端是一个考量啦。健保署署长李伯忠强调，是个人初步的构想，保证初步提出三个方案。第一阶段针对核磁共振、电脑断层扫描等高概念影，病人需要自付1000。第二阶段根据调整门诊药费，为上限200的定价制改成定率制，无同负担比率。第三阶段是针对癌症新药，根据自付上限额度，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民众端或病人端。我们医改会认为是不尽公允。第一个就是说，医生的专业要拿出来，要有好的医病沟通。一直在鼓说要回归健保法上面的定律，恢复到你用多少，你按照比率要负担多少这样。医改会认为，都在医疗资源浪费，应该为医生监督，做好医病沟通。不过，医疗明是支持健保回归用多少，负担多少定律负担。面对健保负担可能会调起，也有朋友团体呼吁政府要考量使用者付费的能力，有些族群应该减免费用。健保署强调，目前有关的精神经济中也未确定，对弱势也会兼顾，保障天崩原则。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武汉肺炎，目前伫咧全世界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000例，超过3000人死亡。美国武汉肺炎疫情也是一直增加，总共有19个州出现疫情，佛州也头摆有死亡的案例。另外，还有2个确诊的患者要参加华府的高层会议，包括 副总统的潘斯和国务卿蓬佩奥都有参与。欧洲的重灾区意大利，昨个加778个确诊病例，49个人死亡。21 individuals on the Grand Princess tested positive.Among those were 19 crew members and 2 passengers. 武汉肺炎疫情全球摊销，美国加州一名死亡病例，因为在新进前捌坐至尊公主号航线，驶伫邮轮航地感染的飞机，目前驶回旧金山外海停靠。初步检测结果显示，有21人感染武汉肺炎，包括19名船员甲2名乘客。副总统潘斯表示，至尊公主号将伫拜六转往非商业码头停靠，船长人员将伫港口进行检测，阁看情况进行隔离。All passengers and crew will be tested.For the coronavirus. Those that need to be quarantined will be quarantined. Those that require additional medical attention will receive it.
因为潘斯爱欢乐的也不是这架游轮，前以色列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采纳表示，有两名未去过华府参加 IPAC 政策会议的人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包括美国副总统潘斯、国务卿庞贝奥等政界党两级人士拢有参与这场会议。IPAC 警告，与会人士若感觉身体无爽快，要两早咨询医疗单位。美国武汉肺炎疫情一直猖獗，最新病例出现在纽泽西州、马里兰州和田纳西州，拢总有19个州受到感染。马里兰州也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昨日暗，美国确诊总病例数至少308例，多数集中在华盛顿州和加州。同时，佛州也出现两名确诊患者死亡。随着美国境内累计死亡病例增加到17人，至于欧洲东西区意大利，昨日更新增加778件确诊，49人死亡，创单日新高。总确诊人数4636人，累计197人死亡，只输中国。意大利境内梵蒂冈也出现头一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当局已经将消息通知意大利卫生单位。确诊病人去过的诊所也暂停门诊进行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和日本和韩国的疫情又搁亚冠，南韩伫咧今仔日病例数已经超过7000，计共7041例，47人死亡。啊，那同灾区大邱是爆出公务内有集体感染烧胃情形，目前是全面封锁。啊，伫咧日本这边，今仔日的总确诊人数有1114例，死亡是12个人，搁有患者是看八家医生才确诊。南韩昨日事先召见日本驻韩大使富田浩司表达抗议，随后提出保护措施，初步起暂停日本免签入境，并且将日本旅游警示调升到二级。南韩初七下昼新增274件确诊病例，总确诊人数突破7000，达到7041例，累计47人死亡。病例数高些集中在大邱和庆贺北道。대구신천지신도의 90% 이상이진단검사를받는등고위험집단의진단검사가거의완료됨에따라대구의확진환자는서서히안정화되는추세를보이고있습니다그러나일반시민들의진단검사양성률도9내지 10% 대의수준으로出国韩联社报道，当在各大区爆发公共主体集体感染142位居民中有46人确诊，目前已经将规栋的大楼封锁，实施集体隔离，成为南韩疫情爆发以来封锁主体大楼的头一例。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方面会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北部和东半部地区、中南部山区拢会落雨，其他地区平湖、金门是晴云到好天。另外，西半部的地区和金门、马祖可能会大雾，请民众要爱细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7度到27度。中部地区19度到29度，南部地区21度到30度，东部地区19度到27度，离岛地区14度到26度。到未来三天的气象。新闻最后，带您来巴西行行看看嘞。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Thank you.